才有感觉好看。你一定要订阅、按赞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关西镇长杯采团体双打三点循环赛制，背对我们的双打是我的队友们。对手发传球后搭配对手抽球，给高先生防了下来。这球对手回球高起来，郑先生把握住补了一板反手杀球，但对手竟然将强力攻击防守了下来。郑先生发球慢了一拍，尝试稳住阵脚。终于扳回一分，对方发挥一直推挡的长处，进行台内弱点攻击。对手又是一次成功的第三板战术，高先生一次高难度的救球拿下一城。对手回球冒高，采用反手弹击得分，即将出现本场最精彩的一次来回。紧接着来回球，连续触网，大家乱了脚步。熊猫也要改练触网进球了。你哪有感觉好看？你一定要订阅、按赞。并且开启小铃铛，安尼好无？